中午又来大姐家蹭饭了，因为我们不想做，我也不想让我妈那么辛苦，我想让姐夫跟大姐辛苦。来，我们找大姐爱做菜一下。我去找大姐玩鞭炮。给你们买了点水果吃。你的头熟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西瓜也熟了，一起切了吧。然后就死掉了。这个鸭子养了几大姐家养了一只小白白，好可爱啊，不能去吃啊。来给我看一下小白白的样子。哎呀，有一点点丑。哎，丑呀。 Hello，我来大姐家菜园子看看有。看中了这一颗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叫。现在没有什么菜哟。这才吃完早餐又吃。没熟。熟啦。西瓜。看吧，我美丽。来。体谅，我知道我减肥。他小白牙齿他牙齿要长了，他好一直跑来跑去要咬骨头。肉不要吧？哇，这个是啥？水煮肉片。鸭子。扣肉。我也不要。我搞了好多那个笋，我们帮他那个啥剥开，帮他剥一下。你到哪里剥？到这里吧。哇、哦，这么多！太老了吧？哦，还剩多少钱呀、啊？九块。还有九块，你先放你那里，先放你那里。我没有口袋。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，怎么回事？要去锅。你是哥哥。我直接一扭它就好了，上面这个吃不了的，下面那个也不好。